楼市下行风险增加，个别业主以心态转弱，不惜擅让离场。一名吴姓投资者近日以600万元售出天水围柏惠豪园一个连天台特色户，扣除开支洗费，该投资者料蚀逾8万元离场，成为天水围本月第二宗见血成交。长益地产区域董事萧家伟说，柏惠豪园三座顶层两房户，实用面积498尺，负384尺天台，上月底叫价650万元，后来两度减价，刚获外区买家斥资600万元承接，尺价12048元。有代理指出，该单位过去曾用作出租，对上每月租金1.25万元，租约期已于今年年中届满。根据土地注册处资料，上址由一名吴姓人士于2015年斥资568万元买入，当年入市尺价11406元，一度贵绝全区住宅，为最新成交价不但未能追上现时全区尺价高位106179元，计及各项开支洗费后，更要到时至少8.08万元离场，成为柏惠豪园2016年8月以来约3年再落得名站实蚀个案。美联物业助理分区域经理万振廷透露，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14座低层 A 室三房单位，实用面积638尺，上月叫价640万元，过去周六主动降至605万元，成功吸引三组准买家睇楼，最终一名睇楼客约两个月的上车客，讨价还价后以575万元成交，尺价9013元。撇除内部转让，尺价创该屋苑今年一月后新低。原业主1996年以226万元入市，账面盈赚349万元。此外，沙田希尔顿中心造价跌穿五球关，美联物业助理联席董事陈国良说 ：A 座高层四室，原图则一房间隔，实用面积283尺。原业主长期身处内地，其尽快卖楼，一周前趁租客迁出，即以550万元放售，昨日最终大减58万元，至492万元沽出，尺价17385元，不计内部转让，楼价属该屋苑今年首跌穿500万元关。原业主2001年以88万元买入，账面净赚404万元。世纪廿一期丰助理区域经理董事周淑平称，同区恩庭轩五座极高层 E 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396尺，属凤凰楼层优质货，昨日获买家以810万元承接，楼价追平该屋苑高位，尺价24455元，更是该屋苑尺价首度升穿二万元关。原业主2008年斥273.8万元入市，账面获利536.2万元。